迪迪啊，你看看爱妃这个肚肚里有几个宝宝？有几个宝宝？你告诉我，有几个？就一个吗？就一个宝宝吗？啊？这小燕，迪迪啊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摸摸肚肚。拿钥匙干嘛？迪迪啊，这些你最不愿意吃哪一个？最不愿意吃胡萝卜呀？你喜欢吃哪一个？啊，喜欢吃这两个。那哪个给爱妃？哪个给爱妃？哪个给爱妃？哎呀，好，你俩吃吧。迪迪啊，过来拿点菜。好吧，放下。还有还有吗？厉害了我的哥。